星星狮子会赞。等一下哦，五号加油。他要到德国读2年，我们 UWC 的这样的课程，那是 United World College， 所以其实是很大的勇气啊。那就我们一直以来就鼓励我们屏中孩子，就是要勇气，要有自信。所以我们其实屏中一个叫逐梦计划。那在这个案刚上平台去募资的时候，我们秘书就跟我讲一件事，还没有见报纸之前是比较慢的。联合报报完之后就很快的就上去了，那时候就跟我提到说我们逐梦计划也可以帮他，我想想也对啊。我印象最深刻是高师傅的儿子高希伟，他们当初两个人跑到尼泊尔去当国际服务志工，他们提了79000块的预算，我们逐梦计划帮忙他们40000块，所以屏中的校友有捐赠逐梦计划这样的专案。我那时候校长领导卓越奖拿到20万奖金，就投到就设立这逐梦计划，可是后来募到200万。我跟大家讲，那个善的循环比我想象来的大。那更后面还有一个大武山拔尖募到1200万，那里面就因为其中还有个校友捐了1000万，他的一半就进大武山拔尖计划。那这一次的博浩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孩子很有想法，这要很勇敢啊。所以我那一天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屏中孩子有想法是高兴的呢？因为我们本来一直希望我们的屏中孩子要独立思考，要有创新，所谓批判思考、创新的能力，啊，这些都是要从平常教育再灌输他们。所以我们给孩子的目标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让自己的天赋自由啊。那找到自己的兴趣，让自己天赋自由，也会影响到孩子。今年有两个刚刚分享给他们在听的是，我们有两个，一个叫王，告诉孩子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如果今天校长跟孩子讲说啊，你就非医科不读，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认为回归到孩子的选择，他能成功。那今天呢，大家都是贵人了、啊，我们所有的会友都是贵人，因为你们帮他助他一臂之力啊，让他出去更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要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来办理这个捐赠的仪式，啊，特别感谢我们的历任的会长哈、啊、的协助啊，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啊，特别感谢。那我们希望啊，这孩子出去呢2年可以顺利，然后呢学成回来，或者直接在德国读大学也很好。我刚刚鼓励在德国读大学，没有学费，不用学费，他只有些许的杂费，因为他们社会福利国家，所以其实也很好啊。去2年德语绝对是会非常厉害才对的哈。所以我相信这是好的开端啊，就是要当校长这一句话要坚持到底，去了就是要一定要把它完成哈、哦、就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呢再一个提取，就是希望善能够循环啊，今天有人帮你，将来你有这能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能力奉献给这个社会，帮忙需要的人，好、哦、就只有这个要求而已，其他 OK。 好、哦、那再次感谢我们嘉嘉会长哈，还有我们子佑应该是前会长哈。中星星狮子会最有爱心跟热心公益的师友们，大家早上好。好。一件我个人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这小孩子很优秀。听，在我们狮子会例会上，我们听到我们的徐会长，就是徐子佑前会长，跟我们推荐了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让我觉得说，这小孩子真的是很勇敢。16岁，在屏中才读1年级，那要前往德国去读书，跟在德国呢，跟90位各国的学生一起相处2年，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那我们，他也代表了我们台湾。也代表我们屏东，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屏东之光，也是台湾之光。那小孩子因为要去德国读书，那因为家庭上、经济上他有一些困难，那在这个当下，我觉得说他不能因为说这个困难阻止了、断送了他前往去学习的路程，这样对不对？对对。
所以啊，所以我们屏东新兴狮子会，我们其实是抱持着，我们身为一个国际社团，一个国际社团，那身为国际狮子会的一个狮友，那要落实我们狮子会深耕社区，照顾青少年，扶弱济弱，所以秉持着这个理念，所以我们大家新兴狮子会的一些我们的狮友们就来募款，来协助这个小孩子，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其实说到这里，很感动。当初如果有这么我福报很好的话，我可以遇到这么多的善心人士，我相信今天我也会跟你一样，请问我，对不对？对。那我们这是我们屏东新兴会一点小小的心意啦。那也感谢大家，说真的，很多社会上很多善心人士的协助。那博浩你呢？就是希望这两年你能够顺顺利利的在德国完成这两年的训练。哦，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就像校长说的，善的循环。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去协助别人，帮助别人。你要记得，你是我们台湾之光，屏东的骄傲。加油哦！今天很开心呢，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屏中的资优生哈的一个捐助他奖学金的一个到德国的一个助学金哈。那其实我是在一个群组里面哈，由那个周春米立法委员把这个消息有发布在群组。那呢，我看到以后觉得这么优秀的学生，我们应该要帮助实现他的愿望。哦，不要因为家庭的困难让他没有办法再往前进。所以呢，除了我发布很多我社团的群组以外，那么我们狮子会1718的会长同学会，那这些会长呢，大家就是也出资。另外我屏东新兴狮子会，那我们两个会加起来呢，总共有募到108000来帮助这个优秀的学生。那很开心今天完成这件事情哈，又觉得说，如果每个学生，因为不要因为这个经济困难可以继续来升学来达成他的目标，我觉得这就是狮子会，关怀社区应该做的一件事，要帮助我们青少年这样子。谢谢。家长会副会长李俊达，那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参与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今天也是我。今天加入那个狮子会第一天，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一个音乐，今天很感恩，今天很感谢大家。那以后有机会，我会也会尽自己的心力，然后一起为这个社会奉献。那这边也祝福国浩，在未来的学业上好好加油，那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感谢新兴狮子会与众多社会中的善心人士与团体，那愿意资助我，这趟前往德国的圆梦的学习之旅。那在我就学的过程中，我也希望能为屏东的学生跟为台湾的学生提供不一样的一个教育机会，像是我计划邀请来自不同邀请不同国家的学生与我一起举办思辨论坛，啊，也让屏东的学生跟台湾的学生能够参与，能够更扩大自己的一个国际化的视野。我希望屏东的学生也可以因为我前往 UWC 而受益，那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家乡，能为。